我也差不多，再打一把吧，再打一把就下了，他应该下。打一个缺素材的，什么缺素材？来吧，运火吧。我实在是没时间研究别的游戏，真的，这武器都还没弄好呢。那个我肯定不喜欢玩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有人说是跳跃的那种，跳跳跳的。欢迎老比利比利。哦，这个怪很容易晕，应该是他这个青龙的什么那个蛋，这打两下就晕了。太夸张了。对呀，穿甲榴弹。又晕了，又晕了！我靠，这太变态了吧！这青龙搭配那个近战武器太变态了，这倒地以后近战又输出，怪都没起来过。我这把都没失误，还没被打到，一直大聚合。完了，被打了，没被打。打完了这把，兄弟，这两个人4分钟打完，太夸张了，4分钟，上位焰红4分钟2个人，他那个撤甲榴弹再配合一个近战，2个近战。他一直晕，无限输出，我天！那我单杀快不能没有这么快，如果不失误的话，应该可以快一点。你们还有没有人要来？要来的话，要来的就进这个房间啊！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房间号多少。这个刷的快啊！